让他讲一下。我前两天才感冒哈，讲一下话，大家拍手一下，嘿，这样的，不要先讲一下话，先讲一下话，我要喝一下水一下，很敬业，老师耳朵好。我这一手，我打鼓也很累。老师打鼓比这个还要累呢。我今天变工作室弄一整天呢、啊。明天邀请大家一起来热闹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。哎、欸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老师哈。明天大家记得哦哈、啊。大家就像自己家人一样哈。啊，阿志在这边表演，还有我在这边表演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让社会有音乐滋，音乐滋润社会更漂亮。谢谢，黄山，黄山。老师，你顺便宣传，你明天几点开始啊？啊，有什么长官贵宾啊？有没有？要不要介绍？明天基本上大概七点或七点半，大概七点半正式了。那七点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些我的学生。表演成果发表哈、啊，就稍微成果发表也稍微热场一下哈、啊。那总之呢，工作室就像大家的啊这个音乐教室啊，大家就把它当自己的地方。明天基本上有大概时间，不过呢会因为天气啦，还有一些人的问题，所以呢我们就自然就好，大家就轻松就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好，安娜在这边呢也跟大家三鞠躬，感谢大家的打赏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也谢谢后方的朋友哈，感谢大家打赏哈。啊，我们在这边呢会继续做公益表演的努力，啊，慢慢的这些设备也是都大家付出心，付出你们的劳力、薪资、汗水啊，劳力是才有这样的鼓励哈。有些朋友甚至付出是劳力，有些朋友付出薪水，啊，我也要付出我的音乐哈，所以这样一个正向循环。那今年呢也是第七年哈，我们这样。努力下去哈啊！如果大家哎、欸、发现礼拜六哎、欸、怎么来这边找不到我，有些朋友没有加入哈，如果来这边找不到我，我可能会在对面，也有可能在林默良哈，你就 auto bike 开车还是怎样找一下啊？如果没有找到我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因为如果没找到我，我应该在高雄了哈，所以现在因为这边呢我表演第七年哈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哈可能政府开放让很多街头艺人申请。啊，所以呢，把我们原先呢，在这边我表演的这个七八年时间，包括老师二三十年的时间哈，后来就，哎，就是因为人很多啊，后来就这样啊，改变成开放的啊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变成不是我们年度申请的这个福利了哈，所以呢，也要跟大家公告哈，啊，我们也会继续加油，很多朋友也联署哈，希望我们留在这边啊，但是我们也尽力哈，因为我们不是地方政府。啊，地方政府有些民意代表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，好，那个要跟我答应，刚跟我答应要赞助我也没有，啊，也跟我那个上次跟大家讲市长说要给我补助也没有，啊，所以呢我记在心里哈，我从我十八十九岁市长就来了，现在我已经二十四岁了，几年了对不对？哎，都没有补助，都是大家补助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你们才是我的市长，因为都是你们在补助哈。所以我就这样付出我音乐啊，大家付出你们的薪水啊，感谢大家哈啊！等一下点歌也来为左边哈安平追想曲哈、啊，来我们来也演奏哈、啊。那前面呢，我刚才跟大家公告哈、啊，要来穿插一下哈、啊，今天的这个演唱曲。那我用唱的，我也休息一下，不然都一直吹哈、啊。那还有等一下还有两把嘛哈、啊，所以我先唱一下，休息一下哈 啊。等一下，因为有我好朋友也有来。哦，要点歌，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哈、哦，所以我也要发挥个几首流行歌曲哈、哦。那首先呢，我先来唱这首歌神张学友的金曲哈、哦，张学友哈、哦，很多朋友喜欢，阿伯最喜欢张学友。这首呢叫做《情书》啊、哦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、哦，包括我们叶教授也很喜欢这首歌，我们就一起来用唱的来跟大家分享张学友老师的作品《情书》，谢谢。变得盲目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
两个同样用心的人，不醉的脆弱的撑不住泪奔，我知道绝望比通天还寒冷，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带着他对你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，他想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好可惜呀，不是只一眼泪几封情书、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好可惜，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回忆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，他成为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何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好可惜啊，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、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够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谢谢，好一首情书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掌声鼓励一下啊！一千个伤啊，不，下次我为你唱，我这首没有练呢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，我下次给你唱一下哈，因为我前面我怕唱错哈。好，那我再演唱第二首歌哈，我们就来换乐器哈，两首歌休息一下，也训练一下这个演唱啊哈。那这首歌呢，第二首哈。